大家好，还没死，我还活着。我本来是想说，什么鬼啊？玩一个可以边聊天边休闲的游戏，可是我发现好像没有东西可以让我聊天呢。然后这个又更不能聊天啊！我在想什么？这款游戏。怎么办法聊天啊？我在想什么？今天 CWT 碰到很多事情，因为今天就是人不够多，人手不够多，所以没有在那个外面签名，然后有些人就是错过了，以为有啦，那我就很对他们很抱歉。然后最好笑的是，我们刚进去要那个什么进入场的时候，我就排我以往那个的队伍，然后我们家那个夜猫的白痴，我明明就记得说是排这边，他跟我讲说，哎，教主入场在那边呢，我说啊是吗？可是我都排这边呢，你说门上这样写啊，那结果就排过去之后发现说干，那边是写说厂商入场，我就催了我们家那个夜猫催很久。我怎么知道？要写入场啊！我说干，三个都写入场，你那边，看受伤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不能，我不能这个聊天啊！啊！而这游戏钱超难赚呢、欸。你不先花一笔钱，你是没办法赚钱的哎、欸。可是不想花钱浪费。然后今天还有碰到一个妹妹，很可爱。她是 coser 那个凹凸世界咖啡色头发的人，我没有看凹凸世界啦。然后他就是先买了那个什么我的新品之后，好像又想买，然后跟他朋友在猜拳，我想不知道猜什么，猜完之后他说我还有一个布布的，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猜拳，他说因为我不知道买布布还是买李泽言的，后来他跟他朋友猜拳，他猜输了，所以要买布布，我说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，我就把李泽言直接送给他了，我给你，这个东西不用猜拳啊，给你，然后他就很开心。很可爱。因为那时候我靠，兔子一样的问题，我就说，那如果布布跟李哲言，你要选谁？他说你不能这样子哦，就觉得很可爱，那就送他，直接送给他了。我不知道名字哎，我真的没有看凹凸世界。呦。阿兵，你不能那么近！我觉得这种鸽子会突然出现呐、啊。
F， 哎、欸，然后啊啊，白痴啊，出技能啊！嗯，出技能啦！不是，他刚刚能翻滚啊，他翻滚是技能哦。啊，又要听我乱叫了。我就看我能撑到什么时候。我是说玩这款游戏可以撑到什么时候。一滴血我踩到大便啊，这大便有毒啊！你能准时开台，难得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是说我的新品你都要各一份吗？啊，小鱼，还是你只要那个炼鱼的？可能去高雄场，可是要模拟考，哎、欸，考试优先好吗？你们这样子为了我过来，我会更不愉快。不要为了想见我，你们不幸这样会不幸福。我。只要夹子各一个哦，好、啊，我想一下哦，要帮你留各一份，跟水里各一份，还有谁没有？哎、欸，然后今天我的那个夹子全部卖完，然后再来人气商品是布布跟点点，再来是白棋，最后是李哲言。我的天哪，会不会李哲言卖不完啊？完，生存，好。叫老居付钱，老居今天没出现啊。老居，我想说今天老居会出来，然后就买了那个嘛，200块买这个好了。可是每次进去枪都要。那个我说冲锋枪呢，都要再买，一场可以赚多少？120。来了，他出门了，哦，好吧。阿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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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彪彪。嗨，呱呱！我之前以为我会死在摊位上面，睡死在摊位上面，就还好。我每次 CWT 结束之后。我的作息都倍儿棒强，都倍儿棒的正常，所以我应该这几天又有空可以去健身了。这个月完全没去健身呢、欸，都是因为 FB 直播那个压力让我没有办法，作息怎么不正常？我醒来的时候健身房的那个，因为我的时间是。好像4点到10点是不能进场的，所以我睡到下午醒来就已经不能进场了。然后关完台那时候也快累死了，也没有去健身。哎、欸，那么远呢？哒哒。哎、欸、哎，收、欸、到收到收到。嗯，开这里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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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然是想要开那个啦，礼拜日跟巧克力游玩的，可是我们规定就是都不能开，大家一起开，那就一起开啊，
就乖一点。说了再见，才发现再也见不到。说不能就这样放。说好了，你不笑。对呀。说好陪我。欸，那踩到大便真的是夸张欸。按一购买，我上次开这个嘛，这次开这个。Is again no Steam no， 我不能看聊天室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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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小鱼都你啊，打什么英文啊？Hello， what is？哦，原来你在对话啊、oh, ！Sorry, Sorry， 我误会你了。I'm so sorry。小鱼，你最棒。Small fish, you are beautiful 欸，我道歉的有延迟哦，你们平常都骂我说有延迟，难得我有延迟，你们也体谅我一下。哎呦，我有看到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延迟调低了啊，它延迟就还是这么高。嘿咻嘿咻，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啊，就是哦，今天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可爱的事情是，不知道他在不在聊天室，因为开台前有跟他稍微聊一下，就是今天有一个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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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有两个女生，一个戴口罩，就是戴帽子，把自己包紧紧，可是眼睛很漂亮，所以我对她很有印象。那另外一个是她朋友，那她朋友今天跑来密我，就说什么今天以为可以跟教主就在外面拍照签名，因为她这是他们第一次来 CWT。那后来我就说对不起，因为人真的很少，所以没办法出去，然后就很自责。然后后来就是我印象很深，是因为他们来两次，第二次是带了 Pinky 给我，然后我想说，怎么带这个过来？然后说想让我提神，因为怕我太累。然后就说，哎，你那个朋友眼睛很漂亮耶，哎。要求哎，你也延迟，所以我抱歉啊，我道歉的啊，我夸奖你了，欸，我赞美你了，欸，可以射场外哦，那，欸，屁嘞，欸，我觉得我都待在这边好了。等到再升个钱，欸，不是，你怎么会手摇椅在淡水买？你淡水带过来都已经不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点微糖微冰，不是点去冰，欸，你带过来路程都40分钟了耶，那个都不冰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啦，你平安到家就好了。哎，收不到，收不到。
粉红色鸟鸟要出来了，人家帮你还，当然写一下啊，当然要写一下啊，我还先问他说你是要从淡水买过来吗？这样会不会不凉了啊？啊，五万，多多这个东西是不能热的耶，你热的会完蛋耶。开大绝！我今天，因为我今天拿去送修，也对，应该买正常兵的哦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死去！哎呦，这游戏不能聊天呐！我快可以买那个法师了，重新开始。好啦，我可以去买法师了。我就可以带你们，如果有人买这个的话，可以带他们。有人会想买吗？这是重点。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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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都出来吧！然后啊，因为我不会做菜嘛，但是我又会单手打蛋，因为就很屌啊。我也不会做菜，但是会煮泡面，所以练成了单手打蛋这个功夫。不痛了，要升级了。然后那个战士啊，战士打那个白色的鸽子跟打那个绿色鸽子超难打的，靠近就要跑了。你会煮菜？我其实也会啦，只是能不能吃是重点啊。不然那时候兔子叫我说做菜给他吃，我说妈，我不要。我怕他拉肚子哦。然后他就说：“你看人家老居都会做菜给小鱼吃。”我说：“看，做鱼饲料跟做兔子饲料是不一样的。兔子的肠胃是很脆弱的，鱼的话就算了啦。”我还没吃过兔子做的东西耶，包含蛋糕啊、料理啊，蛮期待的啊。暂停，看一下两天之后，我也会做菜，但是不会单手打蛋。嘿嘿嘿嘿，是不是啊？不过单手打蛋十次里面有八次成功啊，失败就是不小心蛋壳会跑进去一点点。因为有时候蛋壳的品质也很重要。有啊，那时候布布的炒饼我就差点拿起来吃。白痴哦，还抽技能了啦！啊！
按错了啦，按到技能了啦。欸，小鱼，跟你看你打字，我都会出事欸。对啊，把蛋最难就是把蛋壳捞出来啊！你每次明明就觉得已经夹到了，就蛋壳就从旁边滑走。不打了，哎呦，哎呦，不是啊，就是真的，每次都回应你的时候我出事哎、欸，你看小玉你又打字了，我又快出事情了，开大绝，啊，小玉你乖，小玉你最棒，小鱼，小鱼，我死了，小鱼。我去买法师了，我们看。如果法师不好玩的话，我只有换游戏。好，来喽，解锁罗恩法师，在北方冰川训练的学徒魔术师，他的主人遇见到了一个什么叫传入的威胁啊，并有关其记忆。好可爱的游戏，这哪里可爱啊？这什么东西？哦，欸，小鱼，该买了吧？我们一起来打鸽子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哟，这明明这比枪好用多了，我的天！他有带枪吗？没有，我对不起，我拉到画面了。对不起，我歇斯底里了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哎呦，伤害加三。咻！这比枪好用多了啊！天哪！不买哦，那我求你嘞，我很没尊严的求你，小鱼，我们一起来玩，你当鸽子，我打你。哦，白痴哦，原来是耗左上角的这个哦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才注意到，我越打越打上面级越快，我错了。哦不。Money!